过，然后有几只不理我哎、欸。所以不是全部都狂暴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像只有几只，然后你反击之后才会变成全部一起打你。真的、欸，就只有那只会打，就只有那只会理我哎、欸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那就把它围起来就好了。这样应该会比较会生了吧？呀傻！猪猪，请借过，让我拿庞大的生怪平坦。拜托你生好不好？请你生，给你钱，赶快生。生，这样子好吗？啊，这里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生怪的区域，那个我回去挖点钻石。哎、欸，我拿到幽灵之泪，莫名其妙，怎么突然狂暴了？更狂暴了哦！自己小心，自己小心。猪猪的叫声又突然非常的强烈，可以把它围起来，不要反击就好了。给你钱，赶快生！这好乱哦！哦，发现物星 ，Hello！ 哎，是因为我破坏了这里的地形，所以他不生了吗？哎，我拿钻，我拿了两颗钻石啊，有可能的。我这边没有探索完哦，原来我这边没有探索完呢。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吧！你听到僵尸的声音、嗯？对啊，有僵尸声哎，奇怪。已经马儿回来了。有十烈焰神在地狱堡垒会很多。所以要亲一下。亲亲。我亲亲他，他亲亲我。然后就被亲死了，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亲来亲去，你浓我浓，亲了好一阵子。我看到骷髅，没看到凋零，他没有凋零，这个变化不完全的东西。哦，哦，这个痒痒颜色怎么特别奇怪？看你奇怪，就跟着一起奇怪。看到红色的不是红色，暗红色的痒哎。结果都是生烈焰神，不是生凋零骷髅。把你围起来！我操！干嘛要幸运挖、哦？这个是幸运的吗？不是啊，这是耐久啊，耐久和效率。幸运的早就喷了。我这边好乱哦，我不知道悲催哪。好了，处理完了，回家。没有生，楼上猪人大狂暴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上去。火把太多，我已经拆掉很多了，能拆的我都拆了。对不起，猪人，请不要过来好吗？试一下，我都把它拆掉好了，看到就拆。哎，看到一只哦。哦。骨头掉骨头而已。往下，现在是往下。好哦。喂。哦对，为什么？怎样要死了吗？不是，每次烈焰神都可以用很奇怪的方式来打我。不可思议的角度。那个啦，那个啦。一定是那个。杰兹克星耐久三的金剑，耐久三的金剑有比较强吗？很好奇耶、欸，把火把都打掉是不是？好，我现在看到火把就打掉。他给了一把。哇，有了有了，开始升了，真的哦，有了，真的。他跟谁？他也节奏。他产房吗？他在产房，好。僵尸好多只，好多只，全部变僵尸了。有带那个啊？全部变僵尸了？什么？僵尸全部变僵尸哦？不是啊，村民变僵尸了。产房沦陷了，产房沦陷，你先处理。那我们不在的时候，我把它杀光，还有被烧起来。子便，你先在那边处理好了。OK。还有，如果还有两个村民，就不用害怕啊。没事。怕的就是没有村民了、哦，只有产房沦陷而已，剩一个制甲师。还有两个，他们就会自己再生哦。应该 OK， 产房自动就会生怪了，不生村民了。是不是因为产房太暗？
直给有两只村民躲在我家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总觉得是产房太暗，差点火把。产房里面都是门，怎么插火把？拆掉了一个，奇怪，这些铁巨人，你这个不尽忠职守的，他都在外面逛大街哦，切杀，没有他进不去了。人家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二楼火把就拆掉，都不来二楼避难一下。这火把怎么插的这么密集啊？密集恐惧症，你就知道我多会插火把。对啊，自家石超级亮，也没有换什么好东西。全部都打掉，让这里变暗。咻咻！哇，有你离我那么近哦！不管管理的，这里水中挖掘感觉没什么用。我这边是遇到不少次凋零骷髅，问题就是没有的没有打，没有掉头吗？没有掉头就不行吗？小麦可以换绿宝石。看到一只，你要跟他用小麦换吗？对，我决定继续当农夫了。奇怪，打那么多只，一只一个都没掉。我听说掉的几率大概是好像2%还1%吧。哦，好少哦。你用掠夺三的话，就是会增加几倍吧？不是啊，问题是我掠夺三给你，我现在是掠夺二啊。那个已经泡岩浆了。我知道啊，浪费。所以掠夺二是也有上升两倍啊。天哪！私人酿造房，你在我那边弄那啊？不是，你应该恭喜你酿造成功。我不用看药水，我这边找不到。天下无敌啦！对对对，菜喝错。我回收很多火把了。你看，应该都是我插的火把吧？都被我回收了，我都回收回来了。那还好，我还剩还有两组多的。没炭，还可以继续做火把。这样应该会生比较多吧？希望啊。那莫名其妙冒出的那些小的，小的那个熔岩塞姆是怎么回事？其实多刷就会掉了、欸，像我们之前玩那个什么玩。陈瑞丽啊，玩盘连的时候不是也一直刷哦？为了卖钱，他叫银票两张，三张还两张忘记了。这里是哪里呢？所以银票就是那个两个安，我们就用骷髅头换银票。等一下，这两颗钻石，我今天在地狱堡里挖到，赚到四颗钻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放在箱子里吧。箱子里啊，是哦。就是之前没有拿哦，对啊，因为这个地方你们没有来过，所以这边只有我有到过这样子。好了，没事，这几只不会打我。我觉得他那个狂潮好像真的是只有几只会打。哦，看到了，所以你不要去理他就好了。挺小的那个就很烦啊，总之没有掉，相当的烦。哎、欸，又有声了，又有声了。没有掉，凋零骷髅来打我！来哦，跳下来，不要站在上面。我最讨厌凋零骷髅站在上面了。十件没有掉，至少人家肯出现。肯出现就是好的第一步，是不是？好累哦。什么？好累？不是。刚那个坐姿不对，啊，挖宽一点，这边我来过了。挖宽一点真的会生怪吗？感觉你自从你挖了之后就没再生了。哪有，明明就还有在生。好了、啊，我的农夫生涯结束，我能哦，盘林的掉落几率没有调哦，我有问过水狼他们甚至连所有剑都不会有负，不会有那个。掉那个叫什么掠夺？昨天走过了，就绝对不会有的。对他们说绝对
都没有掠夺、嗯，那个有掉比较多都是我们的错觉。哦，你的错觉有点掠夺、哦，因为我有问过他们，说到底有没有掠夺这种东西，他们都说没有。我、哦、这边好乱哦，这边随便走都有点会迷路。屠夫不是你，猪人变多，是贾斯，不是你，这边走不，我要找谁啊？我走不回上去，我走不上去耶，奇怪。我觉得会卡，我这边会卡，可能是因为那个吧。是你吗？是你吗？哦，找到了。会卡是因为什么？不能用了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有时候我会卡，有时候不会卡这样。不行，是我，不要射我。OK， 我刚刚射那只。我可以看到你在拉弓。可是你被他攻击的话，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不会啊，讲爽的。他们都很喜欢走那种旁边，他们喜欢走旁边的边那个旁边人行道之类的东西。对啊，我不喜欢凋零走旁边的那个人行道哦、啊。我都要把他特别引回来这里。来来来，其实我的煤炭已经是慢慢增加哎、欸。啊、会都会增加，都会增加。我增加的其实是煤炭跟骨头，还会增加你的时间。好恐怖哦！哎、欸，又掉一颗了。哇、哦、帅！哇，我刚才差点被地狱猪人打死。不愧是钻石大王，两颗都我打到了，天哪！天哪，太棒了！不用掠夺，你也可以不行哎、欸。我们今天换了一把完全没附魔钻石剑。我们可以，我们赶快打到脱离这个鬼地方，好不好？加油、哦！赶快打一打。嗯，还是不能换，用其他物品交易来解锁。为什么打他三下都没有死掉？好，那我决定，我要拿他掉的那个石剑来打他。这样，礼尚往来吗？对，你的石剑还得你。还是不行。怎样才可以换呢、啊？中线太扯了，十个西瓜砖。不要啦，时间好烂哦、喔。而且你还不是两剑打死，你还会都可以放弃了。光僵尸猪人就够难对付了，还要陪你们玩这种东西。这里比较宽，有没有比较会升？比较好打。比较好打是真的了。哪里啊？电脑这没有东西。哇，这次换比较多。这上面会不会升、欸？我把这里挖宽一点好了，让它升。三格高才会升，这里只有两格高、嗯、不会升。啊，这里走错了。哎呦，稿子断了！啊，断了！稿子断了！稿子啊，断了！要不要我送铁稿给你啊？可以啊！大师，他到底有多厉害？把这里通通火把通通打掉！不要再放火把在这了。啊，我们就有一个铁稿。你跟我们是在同样的地方吗？不是啊，嗯，那我自己做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铁镐怎么又回来了？哎、欸，那个，又那个，我铁镐回来了、欸，好恐怖哦！我上次好像也拿到两个钻石镐啊，好恐怖哦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现在产房还没有人呢、啊。哎、欸，还有一只、欸，是你指甲师？掉掉掉掉掉掉掉！掉了吗？掉了，三个了，三个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。耶、yeah, ，我说掉就掉了，什么鬼？我们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。我怎么撤退了？撤退了，撤退了。15分钟，剩15分钟，剩15分钟。好不好？我们在那个，我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回去、欸。我们要准备好再去啊。准备好不用啊，我们四个人就在旁边拼命的打，他马上就会死。那先让我回来。我们不用穿什么装备吗？我找不回这边了，回家不是拿什么金苹果之类的，不用不用，用活塞推上去就行。用活塞推上去，我们甚至可以不用回剑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先让我找回家路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们在家里等你，等一下我们准备去
去那个去中介。哎、欸，你们等我，要等哦，真的要等哦，会怕哦。